Amanhã bem. Nossa.早安，因为很多人说想要看 Kevin 自己一个人带甜点的一整天，今天我刚好早上10点就要出门办事到晚餐时间。自己的尿布很臭是不是？对，反正我从早上10点就要出门到晚餐时间才会回来，然后想说，不然就今天让 Kevin 录一下他一整天是怎么带甜点的。虽然我觉得他可能会失望，因为他带的其实很上手，然后比较不会有。你想说什么？你也想要拍 vlog 是不是？哈？你也想要拍？反正就是不太会有手忙脚乱的样子。我刚刚亲喂了一下，但是好像还不够，所以我现在要继续亲喂。我现在刚亲喂完甜点，然后把它放回他的床上让他睡觉。今天就真的是让 Kevin 带甜点一整天的影片，希望一切顺利。我也要最后等这支影片剪出来之后才会知道他们两个今天是怎么一起过的。搞不好我出门一整天 Kevin 更开心，因为女儿全部都是他的。大家早，好久不见。小飞刚出门，现在小甜点还在睡觉。听说大家想要看我一整天怎么带小甜点，顺便也可以让小飞好好休息。那我们就先从早上开始，当奶爸的一整天是什么样子 ？Let's go。洗完脸之后，我就会来偷偷看小飞的保养品有什么。周一说要擦耳后，好，早上的 morning routine 结束。我真的很喜欢在早上拉筋跟冥想，会感觉头脑很清晰，然后一整天都可以很 ready。他上一餐是9点吃，他下一餐是1点。那趁他还在睡觉时，我们赶快来 Uber Eats。大家有没有吃过早安美之城？哦，住在桃园的朋友，好好吃哦。他们的那个铁板猪柳面，哦。超好吃！现在在炖一杯鲁伊莎 ，to start my day。OK， 喝热水，早上第一件事。疫情期间，室外是要消毒。现在早上是我最享受的时光，因为小甜甜都刚好在睡觉，然后可以好好的享受早餐。然后看电视的过程中，同时间可以监督他。大家看下面这里有一个血氧 100% 跟心跳侦测，我觉得这个是让我非常安心的。Outlet 这个摄像头
我不太推荐大家，因为它的那个反应跟连接很慢，每次打开要等很久，影像才会出来。但是我觉得它唯一的好处就是它有一个脚踝，它可以侦测小甜甜现在的血氧跟它的心跳是在哪里。所以如果大家喜欢 Owlet 的话，我觉得我会推荐他们的脚踝侦测器，但是他们的 camera 我就不太推荐。最近吃饭都在看 Brooklyn Nine-Nine，很好打发时间的一个连续剧，然后又很好笑。这就是跟大家推荐的早安美之城的三杯面，它这个口味真的超好吃。哦，建议大家加一点小辣，它加小辣超好吃。其实大家知道，那当然不可能是我唯一吃的东西。他们的总会也超好吃。会不会大家想要看我跟小提琴相处？可是目前看到都是我在吃东西。完食。最后怎么能少了薯饼呢？薯饼一定要沾番茄酱。难吃。身为甜点的爸爸，吃晚餐当然一定要吃个甜点。配我的咖啡，and it's gone。还好我已经吃饱了，Shelly 现在传给我，他现在在台北吃的东西，还好不饿。今天早餐就已经吃掉1500卡了，我只剩下500。No，哦，有人开始慢慢苏醒了，要热妈妈 Shelly 品牌牛奶给小甜甜喝。现在吃每天固定的保健食品，现在疫情期间还有流感，很建议大家多补充维他命 C、锌还有 D。这三样都会非常加强你的抵抗力。现在距离小甜甜起床喝奶时间还有十几分钟，那现在先准备热她的 Shelly 品牌牛奶，然后换洗衣服、毛巾、沐浴乳，还有洗澡盆，因为等会她喝完奶、拍完嗝要给她洗个澡，因为她已经一整天没有洗了，开始酸酸臭臭了。给他穿哪一件呢？今天给他穿这一套好了，小兔子。跟等会要换的尿布，这是小甜甜的毛巾，先把它在这里摊开好，把它换的衣服先放到床上。然后这是等会要擦的乳液，跟脸的乳液。所以我们就先把推车移到床旁边。那现在来 set up 他等会喝奶的小床，这样子就都 set up 好了。还在睡觉的小宝贝，小宝贝还在睡啊。有人很准时的开始苏醒了。准备要喝奶奶了吗？嗯，要喝奶奶了。自己喝奶奶，好，现在趁他喝奶的时候，我去准备他的澡盆，用这个温度计来确认他洗澡的温度。
一口气就喝这么多。来，我们拍歌。嗯。哦呦。呦。又吐奶。哦，宝贝。哦。啊，这样子啊。哦。宝贝，那么开心啊，这么喜欢爹地学浪叫是不是？啊、哦，这样喜欢的。啊、哦。哦。哦。嗯。好 ，Round Two， 继续喝。哇，喝光光！哎、欸，我们拍歌。Oh, did you make a poo? Oh, somebody made a poo. 有人大便。哦、oh, ，还没拍你就嗝了、啊，这么棒。哦、oh, ，哎 ，Daddy， 看看你是不是大便。哦、oh, ，先给大家看，这就是他脚上绑的小踝。现在等会要去洗澡，所以就先拿掉。但是它可以侦测它的心跳跟血氧，就放在这充电。大便了啊！那我们来洗屁股。走。Remember to wash your soul. When you wash your hands after blowing your nose, remember to wash your soul. And count to 20 at least. Count to 20 at least. Cover your cup and then wash your hands. And always count to 20 at least.Them all around. Oh, remember to wash both tops and palms after you've been eating your meal. And count to 20 at least. Count to 20 at least. When you're done going potty, wash your hands and count to 20 at least. Oh, oh, bring it on and sing along to the hand washing song. Let's go.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five and six and seven and eight.9 and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Now your hands are clean. Baby, I'm dancing in the darkWith you between my arms, but I never really had a doubt. 这样开心的。Standing in the light of your halo, I found my angel now. It's like I've been awakened. Every breath I had you taken, it's the risk that I'm taking.And I'm never gonna shut you out. Everywhere I'm looking now, I'm surrounded by your grace. Baby, I can feel your halo.
You're more than my saving grace. You're everything I need and more. It's written all over your face. Baby, I can feel your halo.大家都说你跟 Daddy 长得很像欸。嗯 ？No， 不要，我们要像妈咪是不是？嗯？哦，哦，嗯，哎呦 ，You tired? Sleepy? Sleepy?Oh, oh. Yeah, it's just. Yeah. 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还在你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哇，今天真的其实蛮手忙脚乱的，要帮他换尿布，为他洗澡，擦乳液，同时间要换这个相机的这个角度，有挑战有困难的。但是他现在也大便了，洗屁股了，洗澡了，擦乳液，擦脸，然后帮他的血氧、心跳、绑上脚、哄睡、拍嗝。那现在他睡着了，那现在我也可以开始今天的办公，然后等他下一餐，再过4个小时，我们再重复一次。待会见。2 hours later， 起床，哎呦，哎呦，哭着这么多眼泪，肚子饿了，你吃饱是不是？还是还想睡觉？你要睡觉还是吃东西？好，爹地帮你热奶，热奶热奶，来。我们去热奶。那先把它放下。有人盯不住。好，马上来。Oh, daddy's got you, daddy's got you. Daddy's got you. 这样子，热一下奶，马上好，好不好？马上就可以喝奶了。你看他多饿，他多饿。这么委屈。是，想妈咪了是不是？要喝奶奶。Mommy's coming home. Mommy's coming home right now. Okay. Shelly 不在，她肚子饿，最煎熬的时刻就是等奶热，等奶热的这个时间，她最可怜了，是不是？我们最不喜欢等奶热了。You gotta be patient. Okay. No. A few moments later， 冷静下来了。我们现在有耐心等奶奶了哈。我们讲。
你答不出来是不是？嗯。那。哦，好棒。嗯，谁这么棒？这么会打嗝？嗯。我以为我的救星回来了，结果他一回家就跟我说，他要去洗澡。对，我要去洗澡，我要全身洗澡才可以抱女儿啊。OK， 好，赶快洗。好。妈妈出门回来之后，真的看不懂爸爸搭配的穿搭。哎呀，你看他连睡的都有纹路。嗯，压在daddy身上睡出纹路。把他放上推车，他要陪我们去吃晚餐了。他今天用的东西真的都好花俏，平常我不是这样帮他搭配的。我刚刚想说我来洗好了，他今天这么累了一整天，带小孩，然后又洗奶瓶，但他说没关系，今天让我休息。哎，我结果我都没有照到奶瓶，我都照那个相机一直 focus 在你的手臂耶，用力一下，不用用力，不用用力就有肌肉，是不是？刚刚挤完奶，哎呦，我指甲好可怕、哦，大家忽略我指甲，谢谢。我现在是八个小时挤一次，因为我有慢慢在推，然后就是半个小时、半个小时那样子去拉长时间。这就是今天 Kevin 的带甜点日记。等一下我们去吃个晚餐，他睡前再喝一餐就可以睡觉了。睡前我会给他喝配方奶，所以他就可以睡比较久。我们要喝运炖鸡汤。嗯，对。所以好。